24岁的不老女神赵雅芝，如今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妈了。近日赵雅芝的机场照出现，突然让小编想得起当年她演过的《新白娘子传奇》。我们从照片中可以看到，她跟当年几乎没什么区别，身材保养得非常好，每次出场穿的衣服也很时尚，整个人走起路来很有气质，给人的辨识度可以说是非常高了。难怪每次网友都说她和比她大八岁的老公并排走，就像父女似的。不老女神可不是白说的。63岁的不老女神刘晓庆，近日刘晓庆的近照曝光。刘晓庆虽然离过三次婚，但是并不影响她的不老风采。她年过60却照样穿衣大胆，喜欢秀自己的身材。其实对于这个年纪来说，想要保养皮肤紧致是很难的。刘晓庆为了保持年轻的风貌，她多次在整容，现在的她鼻子嘴唇看上去很厚重，说话时面部僵硬，整容的后遗症有点明显。不仅如此，刘晓庆为了保持身材的紧致，这个年纪还去健身房运动健身，真的是很拼啊。63岁的香港不老女神米雪，其实很多人米雪演过很多的电视剧，到现在电视屏幕上还经常出现她的身影，但是却很少人知道她的名字。她曾饰演过老版《倚天屠龙记》中的殷素素，也就是张无忌的妈妈。最近网上爆出一段她参与拍摄的花絮，米雪编着两条麻花辫简直似少女，无论是身形是还身材，当你看到她，你就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冻龄女神了，像是岁月没有在她身边走过一般。70岁的不老女神潘迎紫，她拥有着让所有人都羡慕的娃娃脸。潘迎紫出演过《神雕侠侣》中的小龙女，真的可以说是倾国倾城了。而如今年纪大的她，为了保持年轻也是花了不少功夫。她曾在节目中爆料，自己为了减肥每天做400个仰卧起坐。400个仰卧起坐对于69岁的人来说是很困难的，为了美丽真的不容易呀。不过现在的她还是一张娃娃脸，跟当年都没怎么变过，皮肤很有水分，身材也是拔尖的存在。刘晓庆、赵雅芝、米雪却都输给了70岁的她。